管弦乐团的创团音乐会。好，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是成立于今年2017年，团员呢完全是由我们嘉义在地的学子所组成的，凝聚了嘉义多年来的艺文教育的能量，使种子们逐渐扎根成长的一个证明。为了提升团员们的演奏经验以及音乐的深度，我们这一次的创团啊，特别邀请了台北爱乐的驻团指挥林天吉林大师，来担任我们的客席指挥，并指导我们的学子们。另外呢，我们在暑假的期间呢，也曾经邀请过了国内外加起来超过20位的专业师资，在我们的夏令营举办了那个分部的集训、专题讲座、大师指导以及成果展演的各类的乐团的成长计划。所以一路走下来到今天，我们将在今天为大家做一个成果的发表，带给大家。好，在这个音乐会跟这个乐团的成立当中我们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各界的支持与鼓励不但是学生们的努力，以及家长们不辞辛劳的那个接受这都是让大家非常小时候那个李哲毅李大师他就住在高雄市那个三凤宫旁边，有没有人知道三凤宫？是高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宫庙在那边。他每天呢就看着那些宫庙的形形色色，还有一些活动甚至一些庙会的一些东西，所以给他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题材在运用在这首曲子里面。他在曲中呢运用了许多台湾庙会特性的音乐素材，包括传统的民谣风，还有我们的五声音阶以及南北管的演奏，再加上现代古典音乐作曲的配器手法。所呈现出来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曲子。好，那我想在此我就请大家以掌声欢迎我们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
乐团，但青年管弦乐团不是我所不是职业型的乐团，是青年管弦乐团，大概嘉义市大概是创举，好，所以非常感谢那个市府团队以及议会的支持。好，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在演出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的钢琴独奏家是叶梦如叶教授，他是国际上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年轻钢琴演奏家，他赢得了许多重量级的乐评的肯定，他演奏大量的俄国作品以及西方古典音乐，他擅长的曲目啊，包含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到现代的音乐。好，他在1991年在莫斯科学习，所以他就读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并经历了严格的俄国钢琴学派的训练以及洗礼。在这段期间呢，他经常用独奏家的身份在俄国主要的城市演出许多的协奏曲以及独奏会。甚至在1999年的时候，以最高分的荣誉毕业于那个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并获得了演奏科最高学位的艺术博士，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国内的音乐家。他个人呢，除了在独奏、室内乐的方面有亮眼的成绩之外，除了演出，叶梦如叶教授啊，他目前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的专任副教授，以及兼任教于国立台湾师范音乐系，以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以及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除此之外呢，他也做了许多的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他也灌录了个人的专辑的录音以及发行，在今年的10月刚刚由环球国际唱片发行的最新的个人的专辑肖邦27首练习曲全集，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第一首是由我们那个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伴奏协奏，然后表演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降E小调1号钢琴协奏曲作品23第一乐章，这首也算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协奏曲。接下来会有我们叶梦如叶教授的独奏两首曲目，第一首是舒伯特李斯特的《圣母颂》S558第12号，以及《魔王》S558第4号。好，我想那我们大家就以掌声欢迎我们的嘉义市青年管弦乐团再度出场，好不好？
们下半场准备了四首非常精彩的曲目，有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礼法师序曲》，以及史特劳斯《春之声圆舞曲》，马斯奈的《泰因斯冥想曲》哦，这首应该是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曲目，以及奥芬巴赫的《天堂与地狱序曲》。那我们就以掌声欢迎我们的林天吉林大师出场，谢谢。
好。